好啦，又系未来同大家玩玩具嘅环节，今日咧就想同大家玩嘅太子妃，咁啊咩咧？就呢个疾风转出嘅景品就系日向肥田。咁啊，讲真，呢个肥田咧应该都系好多人嘅国民老婆嚟嘅。咁啊，作为景品，我哋睇睇佢个品质如何啦。首先开箱，咁啊个盒咧就系紫色做封盖。咁就係遊拳獅子布，咁就係叫雙獅拳，唔知遊拳雙獅圖，啲鬼雙獅拳好似係叫，咁啊我哋開箱嚟睇睇，開咗之後就裡面係咁嘅，咁啊唔好問我點解會有呢度已經解開咗啦，因為我係開咗盒嚟睇嗰隻嘢，咁啊攞曬啲配件出嚟先啦。咁啊，只嘢系靓嘅，而且咧有特效款，非常之算系少有地良心嘅一只景品。咁啊，等我攞晒啲配件出嚟先，再同大家玩啦。咁就好啦。咁啊，开咗箱之后咧，就系、是、一个 stand 啦。咁啊，配一个企即系脚嘅地台。應該 stand 同地台都係差唔多，係啦，冇錯。咁就咁調轉咗睇先，應該係可以變咁樣啦。大概就咁咯。咁啊，我呢只我係買翻嚟係諗住擺嚟鋪塵嘅啫，所以就基本上都唔計較個成色。咁就白眼咧，就老實講係個個人都好中意嘅，尤其是呢只肥田。咁啊～在火影後期更加只是一個，你看這個胸懷大志，你看幾大幾大幾大對木瓜奶，可以說是拉近一點看看細節。景品的細節是作為一隻80元港紙左右的質量的景品是交足了功課，我入手大概是20美金，其實是比正常其他人買的貴一點，因為國外是普遍任何嘢都貴嘅，即係日系嘅玩具。咁啊細節，咁啊作為景品，佢係冇可動嘅。咁但係話雖如此，但係佢係有交足曬功課。我哋睇睇細節。咁啊真係好大對波，佢老實講真係名人真幸福，只能夠講。咁啊成隻嘢就咁啦。咁咧就。題外話就講一講咧，佢呢一隻嘢嘅最大一個賣點就應該係呢只兩個獅子頭嘅特效件。咁就，咦？我呢只咪中咗獎，好似得唔實落去咁嘅，好似。我都唔買都得，我睇下先，佢係有冇分前後啊？睇下先，呢個應該係前。這個應該是厚，那就，但我不知道有沒有分那個上下左右就真，那就出來的效果很漂亮啊，這隻，那它是直接是把特效件套在隻手上的。咁啊，呢一隻我記得係打配音嗰時有用過嘅呢隻獅雙嗰個叫咩獅子頭呢一招，遊拳雙獅步好似係咪叫？我唔係好記得，大家可以自行百度查一查。大概就係咁啊。咁咧，火影嘅景品咧，我近期係好中意、好想要一隻就係 Mega House 出嘅一隻光手，哇！嗰隻光手靚到離曬譜，但係好貴。在美國要成差不多$250，但我遲些看看有沒有閒錢的情況下我都會入手的，應該那隻景品呢便宜的幾隻呢，我就還會買它名座英新版的三隻，即配有三隻通靈獸那隻，那就基本上是這樣。就細節方面呢景品就沒什麼好挑剔的了，即是上色走有出界那些是一定有的，即是已經是不在話下，但是成色方面它是真的真心做得是不錯的。那個頭是用了燒光啦，那
隻眼嘅白眼翼都還原得到位，最緊要佢對波真係非常之到位。咁啊，再一次只能夠講羨慕名人。咁啊，呢一個即係木葉嗰個護隱咧，即係嗰個戴喺個頭嗰個護罩咧，佢都有做埋出嚟，係單獨分件嘅。咁啊，個人覺得係靚嘅。咁啊，成件嘢就係咁啦。咁你哋點睇？咁就基本上就係咁啦。好啦，我哋下期開箱再見啦，拜拜。